就是以退役选手的身份，在场边看着队友们，比较轻松哎，学弟们，对啊，以前都在参赛啊，然后在旁边丢彩带的，然后彩带可以准备的比较好。感谢他们，小兄弟很棒，对啊。那也是有自己有抛到的。有啊，就是可以拿的比较稳一点，就是准备嘛，就是可以准备啊。以前都是要，比方说防守的时候，就是你也抛不到啊，或者是在备战的时候也抛不太到。那这次是真的可以很完整的把它丢出去了。在这一段关于追逐下半季的冠军之旅的过程中，现在比较小球，因为毕竟你也说，就是老将们会集结，大家一起见光嘛。前辈都没有推小朋友一些朋友。不会啊，因为以前在戴威城，他们治好他们也，他们现在也都做得很好啊。那就过去也是学长带我们嘛，恰哥啊，或者其他学长这样子，然后他们都带得很好。那这两天。他们都有精神讲话嘛？今天好像是威城，昨天是志豪，对啊，所以这部分我是没有很大的担忧的。他们都做得很好，很棒。推一年看到球队可以先拿到季后赛，表现自己的感觉，感觉很棒啊。然后，希望可以拿到最后总冠军的。对啊，那就可以让学长轻松一点，看到那个总冠军。今天赛前那个是自己准备要给英姐来前面的吗？哦，对啊，哎，那个是那个乐乐的那个平野翻译的，他收藏很久了，对啊，然后就给他签。那英姐的其实私底下都有给他签的。对啊，然后刚好就这样，顺便给他签一下，对啊。